哦，它外面也是一个黑色的针织衫，但是它设计款式方面，领口位置是一个这种很大的、很长领的设计。然后它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在衣服前侧的100位置上面有做一个开叉。面料上它同样也是一个这种弹性非常好的面料。在春天，我还蛮喜欢穿这种类型的针织，因为它既是舒适透气的，但同时呢，也是有一定的保暖度。